孩子说看见男的身上全身是血，我问他在哪儿看到的，他说就在前面那个路口的拐角里边。那会儿他就是在这儿工作。对对对，就这儿。 我们真的挨家挨户都问过了，没有。那行，辛苦了啊！哎，怎么了？不对，但具体哪儿不对，我说不出来。办案嘛，他就是这样。 就跟我在家辅导我女儿做数学题，总是自我怀疑。怎么样，二叔？啊，头儿，病历事儿搞清楚了，是流产。流产？太阳不是不能怀孕吗？搞错了，那就验春生有问题。 严春生发现了，一怒之下行凶杀人。这俩人结婚三年，再加上肉联厂每天晚上夜班，严春生根本没有时间再作案。这下杀了人，正好可以利用肉联厂的设备和环境，随时在抛尸。肉联厂还有拉肉用的电动车。 严春生，看来这次咱真的要钓到大鱼了。哄了半天，那孩子说看见男的身上全身是血，我问他在哪儿看到的，他说就在前面那个路口的拐角里边。枪，等会儿吗？好，就是灭灯这间。 你们俩从后边兜过去，二哥，咱们走，走。